耶！哎，好，耶耶！刚才大家欣赏了我们的少女革命，少女革命，然后人间规则、降落伞、暴走少女、不安心，还有我们的 Universe， 大家觉得还满意吗？满意。好，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婷婷先做个自我介绍。黄是红绿灯的黄，婷不是亭亭玉立亭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黄婷婷。谢谢。那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们今天 MC 话题呢，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第六感最强？第六感说实话我觉得是一种很虚的东西，就你说不准啊，就是一种感觉。对啊，那有吗？麻烦有觉得什么自己什么时候第六感比较强吗？第六感啊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，就是、没有男人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第六感不是哦。哦，女人的第六感最准，女人第六感最准，对。哎，男人有第六感吗？是，女人都有第六感，男的也有吧？有吗？哎，那你知道前面的五感是什么吗？是什么感？我只知道七感。王婷婷很会拐弯，拐到我们这个点子上。婷婷前辈，那个不好。啊，哪个不好？七感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six. 你居然说这个不好？这个，你居然说这个不好？你说谁不好？快圆回来，快点！你说谁不好？这七个哪不好？哪个？七个人里面，赵月、戴萌、徐佳琪、Taco、陈雷、许阳，还有一个那个肖音姐。你说的是哪一个？你说谁不好？哪感不好？哪个感不好？要哭，自己开的口子要哭回来，哪个呢？还是你想说七个都不好？哦，好烦，他自己说的。香烟前面就好，是吧？婷婷前面。我的观点，你的观点呢？你的观点就是我的观点。这该怎么接呢？这就很好。来，跳过。好，你刚刚说的是啥？我刚想说的是，就是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要抽一个人回答问题。啊，感觉会抽到自己的时候，就真的抽到。就是自己。但是，一般是这种，你对上眼了就会被回答问题，对吧？马老师就是这样。马老师会抽人回答问题吗？不是，马老师会骂你。哦，对。他骂你什么了？他骂我，忘了太多了。哎，那个女的。那个女的，马老师记不住那么多新人的名字，直接叫那个女的，那女的，那女的，大家都回头，怎么了？可是这几天排练真的就是张怡什么的被骂得很惨，每次马老师一开口，以前是张雨欣，现在变张怡了，大爆张是两个，大爆张，马老师对张欣有迷之执着，就。怎么说呢，就每次马老师一开口骂人，我想啊，又张怡啊，不是张怡就张雨欣，就立马就脑子里面呈现出这两个人的名字，觉得不会再被其他人不会再被骂了，有他们两个感觉自己就不会被骂了，希望每场排练他们都可以都好好在这儿，就挡枪的是吗？挡枪的，对，觉得就少了一就多了一点安慰，少了一点担心。而第六感这种东西就是也是上学的时候会最强，就考试的时候。对，我觉得我要考砸了，他就是考砸。对，我觉得我要考砸，他就是考砸，他不会给我考好。对，不会有那种，哎呀，我考得好差哦，第二天哇，我100分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你有过会觉得自己会考好的时候吗？啊，没有。有，就是我觉得我考好了，结果一看，真的考好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一直怀疑我也高考的时候，我一直怀疑我涂错那个涂卡，那个叫什么东西？答题卡。答题卡，我一直怀疑我涂错了，因为我记得我估分的时候，
你说估分，我们英语满分120吧，我估了大概100左右，也不是很高，100左右还好，结果考80几。这个是不是有点差别？对，差距有点。怎么回事？我肯定是涂错了那个答题卡。肯定是一个错了，后面都错了，有怀疑自己。错位有那么夸张吗？给自己找借口了。啊，好。你这个解释我很满意。我想以前我是因为什么我考试之前不是要背那些提纲什么的，不是提纲叫什么知识点，对，然后背那些知识点的时候，我背我就想这道题、哎、这题肯定考不到，肯定考不到，不背了，背下一题，背就然后考试的时候，对，考试的时候就很懊恼啊，怎么是这一题啊，哎呀好熟悉，怎么做的、明明我可以考90分，我怎么就50分了呢？你更过分，我就差了20分而已，你更过分。我觉得就怪不得读到现在还没毕业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有一些题它真的很令人头大，例如有一些我们文科题、政治题啊，就是一题你就占了10几大分了，很多个点，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点。然后我就会挑点背，因为我背不下来，然后挑点背，然后背上全部都不是重点，我就这刚好要考的你都没背，对，刚好要考的全部都没有背，这我第六感以后不是得反着过来？对，我也想想什么，下一次马老师应该会排这首歌先，不会排那首歌，那我就先复习这首歌。结果一加二 solo。完蛋，贝贝呢？我呀、我就是小的时候嘛，我们那边比较迷信。你们哪边啊？我们东北的。我们东北的也不是东北的比较迷信嘛，南方有的也没迷信的。反正就是我的姨妈，小姨妈，生孩子之前偏得抓着，很小，我当时很小，记忆都现在模糊的差不多了，6岁吧，5、6岁，偏得抓着我问他到底生男孩还是生女孩，他们说小孩子的直觉很准，我心里烦得要死，我那么小，我懂个屁啊！小小年纪就会说懂个屁，我一直也。我那么小，我什么都不懂啊，对，他偏得抓着我问，烦的烦得不得了，好讨厌哦。后来你说了什么？我说他，你说了啥？你不愿不愿你生个屁。很厉害，这些话都是我不敢在台上讲出来。哭就哭吧。不是我记了，现在这种东西，现在东西不需要我记了，这个公司有人在记了，有一个人在直播旁边这样子。对，我们记下来。拿一个那种黄婷扣，对，望远镜这样。黄婷婷扣80万，多少？黄婷婷工资都没那么高，你倒是给他那么高啊？可能再多干几年在这里。都干几年，可是王总每天都跟我们说，头部成员年薪1000万，是真的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朋友，那是王总画的饼啊。可是我们就爱吃这口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饼它也会实现，例如我们 CKG48 啊，对不对？它不就它又没了呀？它又起来了呀？哦，对对对，对，就不容易的。其实我们抱着这颗心，我们还是可以赚到这些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多干几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甜甜前辈，多干几年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就其实呢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就是我们这四个成员呢，要挨骂了，要挨骂了不少。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们的公司人员看到我们那么辛苦、那么努力的在活跃这个气氛，应该不会扣我们的钱。对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女人第六感真的是很准的，希望大家也多多包涵。然后我们这个也就是就是为了博君一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后面精彩的歌曲吧。耶、yeah. okay. yeah.